立正，行嘞，请就座。会忝呗？不会哦。唉，我本人叫萨凯，哈，即下就是讲萨凯辛克曼，足硬的哈。我是原住民，我爸爸是卑南族，妈妈是达雅。所以有人问讲你是哪一种的？我讲阮爸爸是下边叫阮爸爸，顶冠是阮妈妈，安尼讲起来就变成被淘汰族。所以呢，非常感谢今日有机会哈，甲在座的哈，来互相勉励，互相研究一下。拄咱讲的，我拄吼小等讲的，有掺一个北角语哈，因为阮这原住民吼，要是讲要讲这完全是台语吼，无啥会念懂啦。拄啊伫学习吧，拄啊好台湾民政府，互我有这机会吼，来努力个拍拼。安尼讲，若是讲不对个所在，爱讲讲哦。人讲哎，啥个不对的啦？安尼吼，因为我们州长在后面，他会纠正我们的哪里去了？安尼阿美族吼，我们州长会在后面纠正哈。所以今日来到家哈。咱就讲最主要，咱都要讲个健康的问题，同款，身体内部的健康需要好水，好啊。我们政治的体育也需要好的政府，对不对？这两体都是同样的。体内因为过多的酸性，酸性多了，我们怎么排除更多的酸性？在人体里面占80%以上都是什么？水啊，所以水重不重要？重要，台湾政治占百分之几？80%，差不多80%嘛。所以呢，政治导向的这个台湾会不会健康啊？若是好的这个政治理念呢，会不会好？会不会幸福？会。那我们喝的好水，这个身体会不会健康？刚才我们教授周教授讲了，啉了了就好困呢。你敢知？我是啉五冬的啦。愈来愈少年啦！我顶起啊，是讲赛车为高雄赛到遮吼，我爱在伫路中啊，休困小喘者。了到尾啊吼，拢会当直接赛到宜兰，安尼我住宜兰，阮兜是吼，宜兰，但是我住高雄30栋啊，所以今日来到遮，咱来探讨一下吼，台湾民政府与你的关系。与你有关系吗？啥一个词？有没有关系？有啥咪关系？啥咪关系？有领钱无？有收钱无？无？那你来被冲呐？这是一种新的看见。我们真的确实说，我们有新的看见。好的物件，咱都要讲啊！哇，讲个健康，注意大家拢站起来。问题就足济啊！我们相信讲，咱未来对台湾政治的问题。政治的生态，我们必须要负起更多的责任跟义务去探讨、去了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的问题呢？咱安尼看起来，咱的子孙在讲妈，你是要娶我倒？妈，我是什么人？妈，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什么人？妈讲啊，我唔知呢。迄当阵你要安怎？有一天，恁子孙大汉的时，伊就讲知影这代志了。伊就马上甲你讲，恁做爸母的吼，无尽你的义务啦，互阮娶嫁白白啊，安尼来到即马生出来都两万块的债务啦，生出来就有债务了呢，对不对？所以囡仔生出来拢好诶，无一个人咧笑，足可怜足悲哀的。所以今仔日咱来了解探讨一下。这边。换一下，没有看吗？有吗？有，刚才有红线的，有了。我先看，给我试一摆看麦。OK， 好，安尼好。咱今麦来到家里的时空，流亡政府使得台湾许多的人把你们带到哪里？这个叫做来带到这个焦灼的状态，你知啦。所以那个新竹尖竹乡有一个民歌者哈，他就。他就问小孩，有一个歌，他中间有在讲话，问小孩子说：“Lucky Lucky，
母沙属银哦。他说：“孩子，孩子，你去哪里？”他还在问，追求那个。拉基拉基，伊玛拉鲁苏，吉娜吉娜，你叫什么名？哈、啊，搁来伊个问讲，拉基拉基，伊玛亚巴苏，小孩小孩，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这种的问题一直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一直在那边打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角度来去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的状态？所以流亡政府根本都不管你死跟活，根本都不管你本土台湾人的这个，他是一个把你带到的一个迷糊跟焦灼的状态、啊、我们的永成这个司法大臣，他对这个 法理跟这个法律的事上非常用心琢磨，所以他讲的那一种啊，这个目前现在台湾跟国民党流亡政府带给这个台湾人的这些摧残扰念的这个啊那个图案，都是有根有据的哈、啊，有实际在那里，不是欧北讲诶。所以你看，我这两天来，今麦是第二天嘛哈、哦，你看咱家的江苏是不是？我无算了哈、哦，是不是大家拢较好诶？是不是？我较乌巴啦。因为我靠近太阳的啦，啊，太阳一晒比我黑黑的哈，安尼啊，所以无赶快，非常老实，大家都有一个爱心，为着台湾努力来拍拼。所以今天足济有问题，会问讲啊，有谁能够告诉我，我到底是谁？你知影？你到底是谁？会当甲我讲，有一天恁囝，我就甲恁讲讲，爸，我到底是谁？我第一次来这上课，坐高铁，我不知道怎么到来到这里。我在搭公车，在公车的途中，有一个孩子问他爸爸，就是这个问题。爸，他是从高雄来，坐在我的右边。他说：“爸，我到底是谁？啊，你是客家人啊，但是我妈妈是原住民啊。那我是客家人还是原住民？啊，哎，那小孩子很精灵，你说那我是中国人吗？”还是什么台湾，我就觉得很奇怪，小的时候就有这个这个疑问了。所以他父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别人的感应高代、哦、今天的处境你不要看小孩子哦，今天许多的小孩子都出了状况，是什么？因为我们把他们是带到焦灼的状态嘛，都是一个不上上的教育，一种不健康的教育嘛。你看电视台一打开就受怕啊、尤其是这个我们流行的这个台语啊、什么那些连续剧啊，当当的爹号，当当的爹婆媳的问题，当当的爹小怕啊，给头啊，我是老毛头啊呢，这种教育是正常吗？尤其少年嘛，就爱看呢，要比哦名模啊呢，所以这种教育是无形，在每一个角落都是啊，非常的可怕。所以呢，有谁能够告诉我的国家是谁？有没有人知道？这位美女，咋样不？你的国家是谁？是哪一个？哪一国？台湾国吗？现在知道了，台湾民政府，啊，还不是国家呢。今天我们台湾还不是国家，所以当台湾独立能不能独立？啊，许多的法理的论述一一的向我们说明，台湾现在不是独立的国家嘛。啊，有很多因素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发现。所以有什么法律依据的证明我是个台湾人？啊、哦，我是台湾人家长，你看也搁怀疑，敢那一个人尔，啊，还是高级班过，无怪你会知。啊、哦，我是台湾人的家长，唔知呢，我家唔知会见笑的，我家会唔知迄度不？哦，这个就是我们非常不明确的因素跟元素注入在你我的血液中，满脑子我就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山地人的。我是原住民的，你哪里去了呢？阿美族说你哪里给他去了，那么好就来了。当这一种当然是一种笑话，但是呢他隐藏在内心的世界真是令人非常的心痛。哎，我们今天来看看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台湾人也就像这一位啊黑人一样，我盼望知道我到底是谁，我盼望知道我的国家是什么，叫什么名字，我盼望知道我到底是台湾人还是本土台湾人，我要弄清楚。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捆这个被捆绑中，这个捆绑捆绑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政治的另一中。有没有人觉得你在政治的另一中？有没有？那有可能的，你说我自由自在，我徛街道我嘛会当骂人呢，对不对？啊，这个政治的另一有很多耶。哦，我们你看我们的老欧啊，啊，享受徛喺条树啊卡呀卡跳卡，哦。啊，有哎，钓个狗，泡茶，一个安怎？哈，爬机啊，享受对没有？一个月当了偌济？万六到万九哦，安两万块吼，啊，起码两万块呢，安尼哦，哦，对不对？咱爸爸妈妈呢？咱阿公阿妈呢？有无？啊，无你啊，对不对？啊，起码迄时爱看是虾米人开始执政了吼。啊，那阿公阿嬷操诶，透早起来四点半起来安怎？考古吼，了去啊，顺咱诶客来着哈田，对不对？迄水是外冰诶，你敢知？入去诶是安怎？起来，会寒是毋是？咱诶阿公阿嬷，咱诶爸爸妈妈是即种诶状况呢。转来是妈讲，巴肚也无米啊，裤仔内底无米啊，五粒尔。哎，目睭，我只目屎都安尼流落来，唔知要安怎讲，要照嘛歹势，对不对？我想起我妈妈嘛，当初是安尼，六个兄弟，查某拢查甫的，食十五天就无啊啦，到尾要安怎照米啊？是不是？所以讲，我们的年长，我们的老人都受到政治的涟漪当中，啊，不公平的待遇。那咱的老人呢？在时啊起来吼，我唔来带起来，拢是带起来的嘛。刚才我是带山顶吼，我起来吼，这哎，台语会使吼。我们台下就说台语，我听不懂啦，这样子哈。我们都是我们学习了哈。很多在都会里面的，早上三点半四点半，你知道吗？除了练气功以外，还有人怎么样？啊那。老人叫啥？叫茶，叫灶，哎、欸，叫迄、那个地砖，啊叫囡仔，吼、哦。所以有一天我来到家，我听到一个咱的迄个官什么长什么长啊，哦，咱家的吼，咱家的长老就对了哈。啊，伊讲手干啊干杯无，啊一个官我感动，手干啊干杯无，手干啊干杯无。手干那干杯无，手干那干杯无。这是咱台湾人的老人，老人走路脚无力，手比比粗。冬天的时，衫也无遐济。你看，骑奥多拜偌贤骑哩呢？骑奥多拜吼，头前一撮啦。边啊，还过一撮，后边还过一地，脚过无安尼，脚过直直安尼，老人呢？好、哦、哇，技术偌好呢？迄是经过训练的啦，对不对？在这种不正当的政治之下，造成许多台湾人的老人都是如此。这台湾这种，难道说你听到了以后你不会站起来吗？你袂当为着这种，咱爱行出来搁讲。那今天台湾受到这种的政治的涟漪当中，我们更应该要更用心的认识。来到这里上课以外，请大家告诉大家讲什么？台湾从法理的角度，啊，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要看台湾，必须抛开你的情感。哦，长期我是支持你的啦。哦，迄当阵是安怎都安怎，你叫我雄雄要来转车，袂当来是，哈、啊，迄是。嘛是可能是另外一个迄落啦，我是一个一国一什么一国一边一国啦，我是啊独立派的啦，我是这个安怎安怎呢？这种的干净我们要抛开掉，我们抛开了这种感情，要回到这法理的论述，法理的论述才能够清楚跟明白。你刚我头一次我参加啊、在那个三地门，我听了第一次听到那个秘书长在讲，你要看台湾的定位。国际地位，你要丢掉抛开你感情情感，
然后回到法理的论述，重新定位，看见了台湾的定位之后，你才明白啊，原来是安尼。登记来努力泡饼，哦，有时安尼吼，一登去哦，连续几工无登来，为着啥？为着咱子孙，咱嘛是讲为着咱子孙嘛，为着台湾好，为着台湾，台湾一定爱独立。结果嘛，服务到尾啊，到尾啊，嘛无成，到尾啊，到今麦来到这，才知影讲啊，咱欠着啊，咱隔壁一个门无叫咱徛一点。那小我这里看啊，原来台湾民政府才是真正的一条路。今天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非常的幸福啊，非常有那个啊，这个庆应该也给你知道，我非常的庆幸啊，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所以我们必须抛开这些，我们能够才能真正的知道台湾的这个国际的地位。所以来到这里，你看看。这小孩子漂不漂亮？足水哈，请求因妹妹弟弟还是妹妹，你们带的那个妹妹哈，也好漂亮。你看这囡仔有安尼水，但是内心他内心的世界有没有向你透露？我到底是谁？吼、哦，恁这老爸讲，恁这公孙的公囝，我是恁老爸啦。啊、哦，我们都是用那个支那人的那个教程度。也用压倒的、啊、这个教育是说高压式的，我是你老爸啦，哦，够惊吓。因为今天你要知道，这很多你不用讲，很多我们谈话哦，跟夫妻之间的吵架，跟这些小孩子从小零岁就可以听懂了，你知道吗？你受到委屈，你都是在那个地方在吵的时候，零岁的小孩已经在接受你的教育了，所以等到他懂事，他就说我到底是谁？为什么爸爸没有给我关爱？为什么妈妈都是常常忙她的事，忽略了她心内心的需求？哦，她开始就说：“我每看到大人呢、啊，个个满脸都是忧愁，那我活在这里，我该怎么办？”这个问号你必须好好给你自己重新的调整。因为你们说小朋友不该有烦恼吗？这是你给我的，我从零岁开始就看到你们烦恼啊，我从零岁看在的开始看到你不满啊。你太多太多的不满的元素注入在我的里面呐、啊！我难道你能够阻挡我叫你不叫我不去烦恼吗？那是你搞我坏的呢，那是你环境给我的呢。你凭什么说不要我不能烦恼？小孩子从小就快皱眉啊呢，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要这个就是要警惕我们身为台湾人。所以可是你们让小朋友没有安全感，我好可怕耶！我的世间老高家的做家孙，尤其是这一代的，真的好可怜呢。你看，囡仔生出来，再不话这，两万块开始呢，两万起跳呢，对不对？谁能给我这样的答案？有无？你话多好，这种种种的问题，让囡仔知影讲，无紧，恁老爸绝对会当解决这代志。有的举手，有吗？有能够确定说你能解决你儿女儿孙这些问题吗？这都是极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好好用心来去探讨。所以连我们大人都没有办法不知道台湾的定位，小朋友怎么可能会知道呢？今天你们真的是 好棒啊，你们找对了门、哦、走对了路，今天来到了这个台湾民政府，他慢慢的会给你有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呢，台湾人民知道、有知道台湾历史真相的权利，你绝对是无关的啊，你绝对有着没有人就像新闻记者一样，他为什么要去报道某些东西？他因为有给消费者有知的权利在。同样，我们台湾人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我有知的权利啊，是不是？那我们又知道台湾人也有被拒绝隐瞒事实啊真相的权利啊。你要隐瞒我们这个整个完整的真相也不行啊。我们要呐喊，我们要去抗争，要让他了解说，我有资格，我有权利要知道这一切，而且这项权利。我们是自身幸福跟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你不能说啊，唔当啦，哦，以前是吓惊嘛，而且把书夹了，哦，咱的长辈吼，我们的长辈啊，就讲话是哎，嘘嘘，隔壁吼，隔一墙有耳啊，啊嘘，唔能不能讲，啊你唔能不能吗？以前我们爸爸都是安尼，哦，他们是二二八受害者，所以我们一讲到一些东西，他马上嘘。好个仔，我爸爸要等伊进前，一个月甲我讲，哎、欸，这档爱支持，迄档准是安怎啦？咱唔知嘛，
也叫拼命命啦。哦，迄当阵我就较做社运啦，啊，社会运动啊，不到尾啊吼，嘛是同款啊，火车头找错了。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今日有机会来参加台湾民进服这一个路。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些权利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剥夺，谁也不能剥夺啊！剥夺者哈，他就是一个啊，明昧良心，就是一个罪人，他就是一个叫黑的啦，叫二百人。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学习，要呐喊，说出我们的内心的话语啊，说出我们内心的话语。所以本土台湾，如果就在这一个段里面哈，有许多的问题，你还是保持沉默，美国人呢会认为啊，本土台湾呢，是啊，免阁插兵啦，台湾人免阁插啦，要无效啦，是甘愿的啦，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统治的啦，对不对？这是你们甘愿，这是你甘愿的代志呢，哦，你还要叫美国人来做什么？叫你个。叫你呐喊，叫你叫一声，你也唔对不对？你讲嘘，嘿，惊到别错，无胆，最起码嘛要有智慧，选择来选择代志。所以呢，就任凭啊这个流亡政府践踏本土台湾人的尊严，对不对？早期我们原住民，早期原住民，我们在那个像我们的美女那个年代，一出去啊。就怕人家认得我是三地同胞，你知道吗？我们在都会的时候，一走过去跟客家人也是一样，啊，很怕人家被人家认为他是客家人。同样的，那个被贺主被那个摧残了，就不敢讲我是三地同胞。他说，哎，你是还没有说你是谁，就说哦，我不是啦，你是原住民，说我不是啦，你那个不是啦，就证明你是三地同胞嘛。你还有什么不是啦？你看我的皮肤就黑黑的嘛。你再怎么说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因为他呢已经没有尊严可言的了，你知道吗？惊到要死，你看不在。所以我那天做那个什么摄影礼服，有一天进来了一个，我那时当经理，有一天进来了一个看起来就是原住民啊，这个轮廓很美，但是皮肤黑黑的，台湾族比较黑嘛哈。然后我就问太太说，哎，那个这个算便宜一点，那是东京。然后我就过去了，说，哎，你好。我是泰雅族，我跟雅秋那的，我不是啦，这样子啊，哦，不是啦，哦，我就说不是啦，我叫我老婆来，哎，这个算贵一点，哎，我本来要优惠你，你不是啦，不承认啦，我说我算贵一点，我们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不敢承认你是谁，所以到末了，我们的儿孙也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这问题没想到，这个大问题是社会问题耶。哦，我们不能再沉默，保持沉默，我们要说出来，把我们问题告诉我们这些老大。我们的老大是谁？有人知不？咱的老大是什么人？美国。哎呀，巧呢，你上了上次第几次课？哦，哎，年轻人有福了，哦，有希望了哈。当然是美国，刘院长向他讲啊，不要让他说，哎，你是你感官的，拍谁？我们跟他讲。啊，美国人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我当初叫你来，你都唔来，准都好，还是你甘愿的？歹势，你受苦是恁家的代志，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呢，他践这个哈，流亡政府践踏我们以外，剥夺了我们这个，剥削了我们这个权益，剥夺我们博，然后呢，我们这个台湾本土人呐，啊，这个本土台湾人呐，啊，他已经做这个奴役习惯了呢。哦，因为从小开始就是，哈，还有奴役的那种。真的奴役哈，没有自己的意见呢，啊，主人公你安呢，你安怎，你安呢，你安怎，咱就安顺顺啊做，戆戆啊做，忝嘛是做到要死，咱也唔敢讲，这个就奴役了，没有自我了。所以美国人既然是说从然是有心想来帮助你这个台湾人，他有没有办法？不可怜嘛，他也无可奈何，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从战争法的一个。来谈谈国际的地位，我们今天台湾是什么？有没有大声喊想一下来？台湾是，日属美控哈，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啊，我们的秘书长大家都认识嘛哈，知不知道？有人还不知道我们秘书长叫什么名字吗？秘书长叫什么名字？你有看呢？
哦，是是是是，哦，很聪明哈。他说什么？他对台湾的主权定位有他的主张啊。因为今天台湾民政府就是零和论述才能够有今天，若是没有他们这两个宝贝啊，我们今天马西迪亚洛德的在外面哈流荡了啊。所以呢，今天呢也因着他们有这一个坚持的主张跟这个主见呢。啊，根据这个战争法，台湾的主权不属于什么？啊，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什么？啊，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今天要弄清楚，今天台湾是谁占领的？是，所以说你说啊，阮台湾国啦，一边一国啦，你要安怎甲因讲？你要大声讲，无啦，哪有讲一边一国？台湾哪有国啦，对不对？所以台湾现在起码是讲啊，美国军事占领。啊，从战争法谈到1945年以来，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台湾不是台不、这个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的主权也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看看，在中国数千个这个飞弹呢、啊，对准我们的时候，每一次哈、哦，这个时候啊，这个事件出来都是在什么时候？东西的什么时阵来讲，选起的是吗？哇呀，我2000几个了吼，非但针对咱台湾哦，比比错，咱要安怎？尤其阿嬷讲啊惨啊，咱要安怎？要躲啊，拢很惊嘞，拢很惊，对不对？是啊，这些呀，这个几千个这个非但针对的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谁呀、啊？美国啊，不是咱，不是咱台湾人，因为美国是军事占领。占领这个台湾，担忧的应该是他们担忧，不是我们。先要理清楚，一定要去了解，不是我们，不要搞得糊里糊涂的哈，不是我们，啊，所以这旧金山合约认定来确认的，美国是在第二次大战主要的战胜国，啊，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的，它是战胜国，在1945年，美国军事政府自从这个10月25日起，它就拥有日本，以日本。军这个什么，日军统治下，包括台湾的这个投降跟占领的处分权。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哈，今天这个蒋介石他只是一个接收啊那个麦克瑟将军一般命令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上次前几天那个谁，李登辉总统也提了这些哈，提的这些都是但谈就是绕旁边不提这个他不会从战争法。跟那个旧金山合约来谈，他就是谈到了这个什么叫做台湾关系法，他也提到了是非常暧昧哈，啊非常暧昧，他不敢去碰这个。台湾他有资格碰这个，台湾他有资格说这个，他不敢碰这个，这个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敢碰，我们敢说，我们大声的讲，啊，对世界任何一个人大声的喊。我们必须，我们是有根有据、有凭有据。我们根据是什么？战争法来谈。好，我们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我们根据这法理的论述来看。我们不是情感，我们不是任何的关系来讲。我们乃是明确从法理的论述来去谈的。所以呢，他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所以呢，蒋介石他只是一个代表联军到台湾。去北越接受日军的投降而已，所以何来的什么？今天就是说台湾光复节，实在很可怕哈、哦。台湾光复节，我相信我们的永成一直在继续讲过，讲得非常清楚，图案也说明了哈、哦。所以呢，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与国内政治状况，直到今天有没有确定？仍未确定。好，直到今天，所以美国国务院也不认为台湾主权独立国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里呢，足够证明了台湾这个主权占领权仍是在哪里？美国的手里呀、啊，不是在中国的手里，是在美国的手里。所以这里一再的告诉我们，台湾是仍然是美国占领的一个国家。所以没有未曾交给任何一个国家，包含我们说中华民国或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交给伊的，没有把这个就交过去。所以我们来追溯台湾的主权，从1895年5月8号，
从这个大清政府哈、啊、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称之为下关条约啊，将台湾跟澎湖的主权与管辖权交给谁？日本吗？还是啊？哦，对呀、啊，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哈、啊，不是日本哈、啊，啊，为什么啊？刚好是笨呐、啊，不是哦，是交给日本天皇。这边必须要交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论述哈、啊，是因为我们州长常常在他的旁边听啊，啊，听就把他的那个那所学的 啊就听进去了啊，就从这个论述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时间我知道，今天我才发现呢、啊，年纪一大了哈，嘛看到这单，现在已经到60、62了哈，哎，这个还是有受影响啊，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再去背很累呢，啊，但是呢还不错。给我们更多的台湾论这边我们要好好去看它，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但需要时间，需要付出，更明白了解，更明白了解。所以呢，今天台湾啊、就是在交给日本天皇之后，台湾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在1937年的日本在台湾实施什么呢？皇民化政策。所以到今嘛，你不理归料，有没有交接？没有嘛，哦。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怎么样，是日本、我们是还是、那个皇民呢，直到今天呢，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到这里，他强迫你耶，哎，你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怪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没有人、登陆的，他就说中华民国、你们有没有，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啊？我们没有登陆的土地、也是我们的土地，没有登陆，他就说这是所有权状是中华民国。所以呢，以前呢，他们就说为了保护原住民、给一个叫做保留地、那实际上就是说占有了、另类的占有、不准你买卖，你一买卖他就没有土地，他就不能管你了。所以我们原住民很悲哀、当我有 许多的 know how 跟计划，我要做生意、我就有10家很好、我去银行、我就很欢喜，婆婆说计划甲足好，我就讲，哎、来，我今晚要做什么计划，好、计划了，我想要贷300万，安尼啦。伊看到10家讲，哦，未歹哦，你是干那要贷300万呀？佮加计划哦，你刚跳到会当，那会当，贷我者，你个500也无要紧啊。我就讲，哦，遐尼好哦，安尼啊。了后，伊就慢慢看后壁原住民，伊马上安怎呢？哦。你是大同乡那个哦，这样的大同乡那个，阿东，够叫个足长个，头哥我唔知是上还是安怎，我唔知呢。到尾讲，这样不行呢。阿东，我就讲，你刚才不是讲说300万太少了，500万吗？是安那不会当？这是军人呢，不是的，这个一块像中华民国的，我是足悲哀呢。我们常常受到了这是一个政治利益呢，你知道吗？受到屈辱，占领了我们的地，还属于中华民国的，多可怕！当年我们是他项权利而已，没有所有权状呢。从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尊严是从阿扁政府来，我们才穿的衣服，原住民衣服，哇，那么漂亮，这样子。我一出去哦，他说，你好，在哪里可以买？很多汉人朋友哈，都会区的朋友，那个帽子很漂亮呢，哪里可以买？或我们认为带的原住民的这个服装就觉得好、我轰呢啊，对不对？那个人的尊严就慢慢恢复了，那土地呢就也慢慢的交给我们释出了啊，释出给我们。所以呢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但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它是在哪里？还是附属于中华民国民进党，对不对？还是在中国里面锅盖啊，你拿不掉啊，你永远是在他的体制下，所以还是被他操弄啊。民进党是在蒋经国时代把他成立出来的嘛，啊，这是利用为了安抚你这个叫台青啊，啊，又叫推台青嘛，啊，台湾的年轻人嘛，对不对？他是用一个政治的一个磨练啊，让你这个台湾的本土觉得我的叫国棍哦，啊，那种是一个骗局哈。骗局。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看看今天在这里啊，除了这个在这个日本宪法1945年4月1日开始实施啊，以台湾就成了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
啊，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美日这个安保条约内文也记载，啊，也记载。那这边的日本的保护这个台湾有保护台湾的义务，但是这里面有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了，啊，他也给你说不清楚了，啊，所以呢，美方这方面，美国这方面也是有做模糊状态，为要不然他会 delay 一直拖延你到六十几年嘛，其实也有问题。那今天还是要靠我们要觉醒，要靠我们用心去了解何格在啊，丹努啊，毕淑定啊，林志深，他研究了这个战争法跟法理的论述，使我们有清楚认识整个台湾的轮廓，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所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什么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国际间不折不扣的流亡政府，而因此呢，其合法领土仅仅包含中华民国的领土在哪里？金门、马祖，所以应该是今天几号？19、25号应该到那边宣誓哈。李武在第二，李武有没有这种魄力？台湾啊，本土台湾人有没有这种魄力啊？啊，我赞成你当总统，但是你要到你自己的领国土，你的国土在哪里？金门、马祖在那边宣誓，哇，我送你敢在？好，我们欢迎他，对不对？所以呢，应该鼓励他往那边去做。但是问题是，台湾民众这个不是我们本土台湾人哈、啊，受到毒素、已经太深了，没有觉醒，没有办法觉醒，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所以台湾在国际地位啊，这个国际地位牵涉到台湾的安全啊，以及这个台湾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日本天皇在1945年的4月1号，这个诏书，以台湾实施日本宪法。以国际法，台湾成为日本神圣怎么样？啊，这个要记得哈，啊，这个是日本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台湾是不是日本天皇的？确不确定？大声一点，确不确定？哎呀，掌声鼓励一下，叫 kill 呢，经济班叫 kill 呢，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66年来哈。大战以后呢，这66年来，台湾一直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因为台湾处在美国军事政府，所以我们今天有听过哈 USMG 的管制下，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我们发的这个身份证都是 USMG 发出来的啊，这些都非常的棒。所以依照的战争法，美国有责任有义务来协助本土台湾民政府将什么中华流亡，我们不要跟他浏览已久了，要流亡政府呢怎么样驱离到哪里？金门马祖的啦，哈哈，金门马祖，这样以后要去的话，很多人会觉得你是哪里人呢、啊、哦，我不是的啦，哎呀，把它驱离掉。所以呢，我们从法理来看，有哪一点说明这或能说或者证明台湾与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有没有？没有嘛。所以我们是不是更清楚了？我们不要跟人家辩论，我们清楚论述，带他来这里上课。有时候我们不太懂的，我们模糊的，我们不要讲太多，不要自己自以为我是专家，我不该。我们的专家林博士啊，何瑞妍啊，在实务行在法律上，我们的永成这方面也非常棒。像我们的经济部分，我们的这个院长张永燕，他非常懂得，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在社会历练相当深厚的，来到我们这边做讲师。你看看这个人是谁？还不是基督呢？伊嘴你看，伊个嘴型呢？第好啊，第九。啊，蒋介石这一个，他在他们中国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呢，他是屡战怎么样？屡赢吗？还是屡败？啊，屡败啊，败了以后安怎得啊嘛？得个脚趾颤面呢，得个九头石头缝里面就跑的，真的不是人呢，啊！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本打得怎么样？哦，糟糕哈！该我们叫客人尿气啊，你都得尿气啊，你得滚那照一些，一照干了，一跳哦，糟糕，没错，串乱串哈、哦，然后躲到四川，又躲到了重庆，中战以后呢，又被谁？毛泽东打得溃不成军，你看他的背景，然后后来他想到逃到哪里？逃到菲律宾，菲律宾 ，no， 菲律宾说不行，
哦，他知道这些混蛋菲律宾不接受。那后来呢？就叫给先的啦。啊，他说啊，我该怎么办？他不收了我，怎么只好再求救麦克斯将军呢？他说：“求求你，让我躲到台湾吧。”啊，那个他说我已经好无处可逃了。麦克斯接到了他的信息之后，向当时的这个杜鲁门总统报告，啊，有这件事，杜鲁门总统你赶紧处理，所以才有这个啊这个一号令哈，这个麦克斯一号令哈，所以他说拜托拜托，所以他那天他哭了，你看，嗯，我不晓得得，啊，就可怜的哈，你看伊来照来家时，伊穿啥物，迄个啥，他们穿的鞋子，哎，规工无洗的呢。阮迄个啥，阮岳母吼去家人嘛是安尼，那是学生时代去啊。哦，欢迎回国，你看嘛，欢迎回国。我讲臭咪毛嘞，拢安尼变安尼，因几啊工无洗安尼，目睭会青眉，会长脚长手的。哦，那种一遐像相片也足济，我们用车里边足济，连刚好也要秀出来。所以这种的政府，这种的集团呢、啊，你这个流亡集团呢、啊。非常可怕，就残忍的，你刚才。所以呢，我们本土台湾人，我们常常受到他的这个践踏、剥削跟奴役。那我们必须要看一看，啊，现在我们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每一个人就开始怎么样，就有债务了，对不对？啊，到了成年，啊，到了最年，不是，他是成了一个最年轻的债务人了、啊，最年轻的债务人。你知道，大学毕业之后啊。每一个月就开始付什么啊？毕业之后啊，就开始付那个分期付款、债学贷款嘛，啊，助学贷款。所以一出来之后就开始打各个摸头路，让他走一些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哎，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痛哎、欸，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哈、哦，那个痛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小孩子嘛，是让他来到世界，经过教育的，然后他必须从小就开始面临的这些债务吗？非常痛苦啊！那正更可怕的是，你看哈，现在我们在更可怕的，把我们当成人看，还要教育你。那跟看到原住民，我把你当成人看呢，我还要教育你呢，还要比呢，比手画脚，哇、啊，把我们当成这样，你不，然后你不知道他台东吗？爸妈水家一去的时候，哎呀，马英九，马英九，我是支持你的人呢，我不是来给你看了吗？哎，黑的党那个性格，你知道吗？那个性格不管人生不管别人的感觉如何呢，他是活的自我感觉良好里面的人啊。啊，我不是来给你看，你说怎样，你尴尬、哦、然后吃一个便当不够再买一个啊，哎，我起码你起价啊，再买一个，我都没钱啊，再买一个。哦，你看这个讲话，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你个说明，你个介绍、啊、说明这个人格的性格吗？那种人也是非常的、哦、可怕。所以你看，原物料都涨嘛，三个都涨啊，啊，涨到末了怎么？你看我们这个逻辑这样个，这个什么都涨了，啊，他说我们对不起了，我还是 A 的，还 A 的不够了，啊，然后他说还在国外讲说你们要用电要用，是要省电一点的，啊，台湾人民要省电呐、啊，哈、啊，不是那个问题，这些呢他还在讲啊，你看我脑袋倒是还没有坏，是自己认为自己还是很不错，这是什么逻辑啊？啊，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想不通他的性格，你知道吗？他不是人哦，对，你看孩子的世界，从那个时候，从现在开始不再是可爱了。各位必须要弄清楚哦，这个可爱的下一代，是不是很漂亮？很可爱，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看台湾，才能唤醒。你做北部的人是不是有这种好、哦、有没有这样的负担？为了下一代，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转移你的目标，好好用心去看这么可爱的一个人，到末了现今状况怎么样？这位大哥，隔壁大哥，我受不了了，叫我一生下来就扛着债务，我不干了。所以很多人自杀嘛，对不对？受不了，很多人自杀。哎、欸，你不要以为这个小事情哎、欸。这个是社会问题耶，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孩子现在的状况有很多已经受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维持。这流亡政府篡改了这个历史的欺骗的本土台湾人啊，人民受到政治的利益之中，所以呢环境大环境都改变了。你看我们的这个灾难是频繁，对不对？土石流谁在滥砍啊？
啊，砍掉末了，原住民说说是原住民砍的啦，是他们啦，啊，说旗兰山说大同乡的砍的啦，哎，我们原住民还有钱买那个这么大的这个那个什么，对呀、啊，怪兽啊，连几股就挖这挖这钱，我们哪有钱，对不对？吃地瓜都还来不及，还买那个东西，他欺负人了，对不对？所以大环境灾难平缓。你看许多的灾难，其实八八水灾所产生的问题都是这个政策导致出来的。那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呢，这个到末了后续的这个补助这些到现在还是慢半拍呢，还到原住民部落，还像什么到什么什么什么国外一个叫什么到佛什么，因为做那个总统不是那个什么马英告不是到了南部的那个原住民的部落那个什么，他说我很像是在佛伦卢斯反正是一个美国那个一个国外的好地方了啊，不是你看多美，你看多美，哎，马英九进去之后他马上就种花的呢，前一天的还种花的呢，哦，好棒啊，哎，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呢。原住民好可怜呢，我说后面都没有水，什么叫做好，哦，别讲，我说你现在才知道啊，我说原住民你们活该，我在讲是你们活该，该讲话你就不讲，你们最后拍马屁，结果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台湾原住民更该，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本土台湾人更应该要觉醒。好，你看中壮年那个懊恼的失业没有工作，还马上接连下来孩子的教育学费呢，啊，房贷车贷怎么办，好，哎，不知道要怎么喝啊，壮年人呢真是顶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流浪在街头的老人，你看在那边本着的好不好，你不要是这个笑话，你认真去打社会的角度，好好探讨每个角落，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公阿妈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还有一种当然是另类的了，他就把这些人都集中起来做什么，还是被集团来挟制他们的，沦落到那个地步非常的可怜，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非常的忧心，阿妈老啊无依无靠，孩子没赚钱，阿妈想要拿钱，想要这样搬一个他也不好意思，我们这老是不是这样，要向孩子借钱我们也不好意思，开不了那个口，你看那种感觉很无奈很无助啊。今天台湾的这个到处都有这种情景，为了家，为了生活，为了小孩子的教育啊，婆媳两个哭泣，因为没有劳保啊，孩子生病了怎么办，钱劳保又没有去缴几个月，他马上就给你这样啊，把卡掉了，对不对？所以呢那是不是要缴钱，没有钱啊，油电日用品原物料都涨怎么办，健保卡也缴不出来，他们哀嚎，年轻的妈妈在暗地里哭，不好意思跟你讲，她暗地里哭，奶粉在哪里，没有着落，没有钱，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啊？我们这一群人还算 OK 的，你好，你下乡慢慢的去探讨看看，就像我们那个州长上次在年初的时候就讲到原住民部落好痛苦好可怜，欸，好可怜的眼泪都掉出来了啊！你当你深入去探讨的时候，你就会掉眼泪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既然看见了台湾民政府这样的一个论述，你不再站起来，我觉得你没有责任。我讲这话可能有一点过分，这是我被激励的感觉。我们必须大家都有一种责任跟义务，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但为了我们的子孙。我常常也很感动，碰到我们的张院长，每一次提到台湾人民的感觉，他马上眼眶就红。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唱的《恋恋游》，我思念那种感觉，哇，他在后面眼泪也掉出来，那个情感感觉就不一样。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土地，这一块土地不仅是对我们将来的老人政策的福利做不好的话怎么办，当然苦在你们不是我们啊，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懂得孩子，你看阿妈就叫查拉监护啊，这些查拉监护啊无药可救了啊，家孙啊就可怜了，徛伫遐，连整卡行拢嘛是伊路啥，都在那门框旁边呢。哦，可怜的阮家孙啊，你会感觉安怎？对不对？今天去台湾就像这样的囡仔，在那边等待啊，在那边等待，嘛是有的人是有钱呐，
老欧啊都有补助啊，住院的阿公阿妈都有补助啊，学杂费也有补助、啊，我们有吗？那台湾的有吗？对不对？有的他羡慕有些有钱人上课，也有营养午餐呢、啊。我没啊，我什么都没有啊。你看妹妹都哭了，我什么都没有啊，他们有我没有耶。这个什么政府，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说，小孩子反应就放我大了嘛，我不再相信你这个政府，不再相信你这个大人了、啊，我讨厌了、啊。哎，难怪新年的年轻人，刚才我们张院长讲，今天我们对人的尊重啊，因为第一个你不尊重你自己，你怎么尊重你周边的人事物呢？这是教育的失败才有的成果吗？对不对？我们有吗？我们没有。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觉醒，好好的要把自己问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来对了，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台湾民，为我祖孙，为我的这个国家，我必须付出代价。今天没有付出代价，我们才有成果。今天前面他们这个两年来没钱没钱，成立一个要告美国政府要花了多少钱，我们佩服前面的人，他们付出啊。因为我自己在短短时间里面，我从高雄每个礼拜这样子来的时候，哎，付出我也是不堪呢，真的不堪呢。我太太说，哎，你是笑的呢，好，不知道有发烧没，要传去病院看一下没，哎，是这样呢。但是我们看到了，问题是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不行出来的话呢，你也等于混蛋了， 你等于跟他们一样的啦。今天看到我们就要行，这样可不可以？那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不要再让小孩子说我不要你，我不相信你大人了、哦、所以你看看，哼，想不、哦、这个什么想不通，你们这一群大人，那个有形无形的在那边讽刺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你看你说我不会生气吗？那表情到处都有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在生气吗？啊，你不知道呢？太多太多的这个图像，太多太多的儿女，那个都是一再的显示，一再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可是咱做北部的人啊，拢无一种感觉，感觉就改善了。我活在自我感觉里，有吗？我无感觉呢，肚子饿啊，那我无感觉，我对我们是吃饭尔。不要啊，各用情况嘛，那种感觉不是太离谱了吗？所以呢，你看看这边小孩子说：“妈，我肚子饿了。”我想部落里面呢、啊，还是很多整开呀、啊，还是期待，还是关注这几种的状况啊。北部为了事业，为了赚钱，蛮努力，没有时间去顾到孩子。孩子有些我们忽略了，做坐在我们的条卡肚子腰肚子睡，我看到这种事我们很感慨、哦、我们是不是为了这我们的子孙要努力？我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啊、这个若是这样的想法，我发觉你是错了、啊、这已经在我们的环境中逐渐逐渐的发生了、啊、所以这个小弟他怎么说呢？大人，你们不要以为小孩子不会反弹、啊、这句话我再念给你们听 你们退出去吧，让我来治理这个国家，我会让你们这个老人年金、啊、会更好更有保障。哼，你看那动作马上就有一种反应、小孩子。所以你看这个情形，我饿了、我饿。这只是什么牛？牛怎么找不到，刚刚刚好牛在那里，阿姨就马上看到你就在这里，是不是这种情形？今天我们，我相信你做一个父母亲的人，看到这种情景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彼此的勉励、啊、连小孩子一连串的在这里连这声音给来说叮、啊、我没有讲什么事情、哦啊，然后一伸出来就说中指就出现了，对不对啊？你看我讨厌了，这些东西啊都在显示小孩子诸多的不满啊，不满社会，不满这些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流亡政府所带出来的
你看看，这是支那人，你也是无水准呢。哎，支那人不是咱讲的，支那人在那个所谓的什么那个那个什么孙什么啊？我们知道了那个你们的国父，那个他们的国父呢？他也是说支那呢，对不对？不是我们讲，他就是支那人，支那人，我也叫无水准啊。你看他自我感觉良好，叫霸气啊。要比那个希特勒也不能比不上哈、哦。他说什么呢？这些人啊，不像类似这样的性格的人，他怎么可能会照顾本土人嘛？你看那个吃相，接下来还大屌，安尼这样，我也足无水准的。那个吃相，嘛像狗一样的，那个狗同款的啊。所以老婆难怪咱就会凶悍的，你喜欢哪了？你无看别人遐看看你吗？啊，那个像样子。继续认为，哎，这不是我们捏造的，但是事实啊，这种性格的人，啊，你今天身为人，这意思，哎，一家一国元首，你最起码懂一点礼仪吧，是不是？你最起码你吃物件嘛，小看一下嘞，有镜头无？还是你调岗的？还是你无感觉？我吃我的，伊吃伊的啊，跟我有啥物关系？啊，安尼就是无法度讲啊，吼，无法度讲，有影就是讲，吃相真的是不如狗。就已经懂了嘛、哦、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在我自我感觉、活在自我感觉良好，这个 EIQ 啊是最低的人，不是在说他吗？那是 EIQ 最低的人、才常常讲了说我的脑袋还没有坏耶，是不是非常可怜？我们来比较一下，你看这个是谁？有没有真的 啊大声一点啊、奥巴马总统，你看，反观来看，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以清洁工啊，这是清洁工啊，哦，握拳怎么样？互相问候 ，Hello， 啊，对不对？真是棒！你看问候多么好，多么美的这一画面呢、啊？啊，这个 EQ 是不是很高 ？EIQ 都很高，对不对？好、哦，这党被低，好、哦，那治国才是算数嘛，对不对？那这个人呢？嘿，我玩完了。我把你当人看，啊，嘿嘿嘿，台湾股，这种诶，有影是，所以呢，两个比较，说他是元首，他是自己讲的嘛，啊，所以他其实是区啊，区长啊，不如我们的区啊，所以今天这种人呢、啊，真的是悲哀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懂得活在自我感觉良好，啊，活在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必须要维护我们基本的权益，我们需要怎么样，觉醒。啊、哦，要不要觉醒？怎么觉醒？哦，站出来，别闹！丢，掌声鼓励。啊，我们要站出来，好、哦，觉醒，要认清什么？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下，啊、哦，我们不能屈服，我们不能一直都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不能屈服在这种环境之中，啊、哦，这个命运悲情的根源，我们依然要更努力的，为的本土台湾人怎么样呐喊？对不对？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有反应，美国人才说：“哎呀，台湾本土台湾人站起来啊，一个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全力以赴。哦”我们的动作越快，美国这那个美国人也更快，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后面有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奥比亚？要为什么？是，你们这一起最幸福呢？我讲单啊单啊单不啊单个叫久啊呢？我顶礼拜看到哦起来。你知道吗？意义非凡啊！啊、哦，无阿久吼，伫新基落来啊，伫新基落来，五个人起哩，接起哩，吼、哦，迄就是咱的意义讲吼，今未到，我甲伊讲，渐渐到，光吼渐渐开，黑暗渐渐的走，这吼、哦、这是熟悉的代志，所以你们很棒，你们今天就看到这些，几年前，迄个人拢家拢破破。哦，听讲是暗时啊困哦，又皮皮错，哦，零下几度无棉被，哦，大家硬接诶，四五个人听，哦，那个冷的要命诶、欸，他们撑到今天还是不摇，啊、哦，不动不摇，就是完全的坚持到今天为止。所以你们今天才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希望啊、哦，刚才讲说要走出来，要认清，必须要觉醒，而且呢，不要屈服。啊、不要屈服在这个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唯有寻求什么？台湾民政府快快的成立，对不对？所以才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有希望。中华这个民国流亡政府，
他在六十几年来，啊，台湾人他就追偿我们，啊，追偿我没有给我们一丝一丝的什么尊严。哇，你是大几州的？啊，台南州啊，五帮啊，台南州有希望了。啊，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哈，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心去了解，将来你讲告诉的是安尼讲。哦，我们不一定太多的懂得太多的法理论，是最起码实际的生活的感受跟这些都要讲出来，哦，所以我们为此我们更努力的去争取应有的权利，让我们活出什么生命的尊严，这样才能够解脱啊，怎么锁链，让我们的幼苗在我们的手中呢长得更好，这个是很棒的，对不对？我们必须以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呢，在台湾民政府有个主张，什么主张？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有三个主张，有没有上网？我们官网有上去的人举手，啊，有没有写主张？什么主张？几个主张？啊，三点主张，你念一点来。第一点，你站起来好了，好不好？来，大声一点。啊，你念的话就是会影响。啊，大声一点。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嗯，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二，使用暴力或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三，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好，给他鼓励一下。啊，我们遵守国际法跟万国公法一切这些法令，但是我们不用暴力，然后不与他合作。这是我们宗旨，我们不用暴力啊。他说：“哦，把你一代爬被安诺，我们不用暴力，我们用什么法理？好，我们不用，我们用法理，用法理。所以今天台湾民政府执行积极的推行全民的福利。有一天哦，必须丢公公问原住民哈，我讲哇，我那是会当退到二十几岁哦，我都哇丢，你哪知？我想要搁生呢。”啊，生一个哦，我们的州长说，我跟你讲，你们生孩子，哎，你生了一个哈，那还不算哈，州长那个不算了，他已经生了不算了，啊，今年度吧哈，今天如果是说今年底成立了哈，今年底以前呢，他都算哦，拍谁哈？因为秘书长哈，刚来台湾民政府，他一定就是美国特别交代，因为台湾原住民，他原本是121万。现在呢，只剩下国民党追残之下，从38万到51万，所以他要补助跟照顾弱势的原住民，要增加到原来的121万，所以从51万生第一个啊一个孩子要补助100万，给他鼓励一下原住民，你不鼓励啊？你所以呢，我们那边的他男朋友是美国人呢，啊，他说要不啦，但行你过来给哎的啥，我才来结婚呢，啊，他讲。哎，那他很聪明啊，还要等到他。哎，但是你的先生是美国人呢，你要怎么办？你先加入，对不对？他说过几天哈，下个礼拜他的那个他们是那个美国人又要来报道，他觉得他认同台湾民政府，所以你看国外人士都在参与了，我们原住民需要这样福利，所以在这个完整的政治这个推行福利之下，而你接受关怀跟教育，我们这个是在。我们到部落去八八水灾之后，我们需要心灵的教育，我们去舞蹈，他接受了完美的教育，他就会活在什么样正常幸福的环境中。对不起，哦，这才能够在活在幸福的这个环境中。所以呢，台湾民政府各州啊都在进行努力，非常的努力，努力什么啊，开始拟定了有益台湾本土台湾人的福利政策啊，各州都很努力啊。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呢，看见是我们这最艰难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州长啊，你看这位州长很帅哈，啊，我这是我们头目，我们原住民的头目啊，叫我们到最南边的啊，这个在垦丁那一带南蛮州那边，嚯，我给我照个呀的，照个还好有一个教会给我们使用，哎，多呀个八块加啊，你笑不？哈，所以讲。我们原住民没有剪啊，对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州长就到那边去干什么？土地主这个主权的定位修宪，然后土地这个传统领域的修订
啊，然后人权基本法的修订，儿童、青少年、学生、青壮年、老人福利，都在开始进行了。新竹州的、台北州的、台南州的、高雄州的，你看看他们都用心哎、欸、哎、欸，没有薪水呢。我们这个州长嘛，付出了那么多，连开车开到一半，车子没叮当，那个宣传车还把心脏车换掉，把那个车到现在还花了50000块钱，哎，家己自掏腰包呢，各位。所以啊，我们一个月来这边参加6000块算什么？对不对？不是给我们台湾民政府呢，这个是民宿啊，你是不是要给他住的？你到外面民宿一个晚上多少钱？对不对？吃，所以6000块贵不贵？不贵啊，这6000块是他们这边要给的。今天还好有他们，我们才有根基啊，我们才有这个基地、啊、才能够维持跟接受教育。所以呢，我们每一周都非常用心啊、你看这个啊，对，我们也学习圆周了。我们虽然没有钱买圆周，我们就摆圆圆的，有一点像，但是这个有点战士的那个哈，那个十字跟战士那都棒，你看。对，所以呢，将来啊，从我们的这个州长的领导下，应该原住民也没有非常有希望哈。所以在完整的这个福利政策下，我们的儿孙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随遇而安。你看看哈，来笑一笑，只有台湾民政府是我们的希望，跟刚才不一样吧？进监狱呢，台湾民政府出来，孩子就会笑眯眯，好可爱，好腼腆。所以在沙滩里面好自在啊，赤裸裸的，你看看，哎呀，好自在啊，你看，在沙滩呢，尖子有没有沙滩？尖子都没有，你可以在石头上啊，把你儿子睡在那边啊，就说哇，好自在啊，你看睡着爸妈的这个臭鞋子，他还是随意而安，这是爸爸的臭鞋子啊，小孩子睡在那边，所以非常的安稳、啊啊，所以呢，满了爱的社会呀、啊，小孩子就会怎么样，笑笑眯眯，很可爱。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时代都棒。所以老人福利的政策下，啊，若是当然我们这个台湾还没有到这么幸福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未来，将来因为台湾人他比搞他拍谁，我也比那昂拍谁呢？将来我们福利政策啊，大概安尼都得啊，老婆、老公、老伴。啊，因着你我的努力，使我们长者呢享受在老人世界之中，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你知道吗？你看互相的恩爱，还会在那边跳舞，哈哈，跳 disco 啊，跳什么东西啊，都跳了。那连这个小星星看到了，哇，我好羡慕他们呢，我也希望成为台湾人，哪里不好？哎，这样好不好？好，掌鼓励一下哈，对对对，你看看，连猴子、连星星都很羡慕我们的。我们不努力，我跟你讲、哦、你会惨啦，咱才会惨啦。我跟你讲，你看到咱子孙，到时讲，你看现在的教育，现在少年人，无要牛人的啦，免来看，用银的呢，安尼呢，用银的呢，啊，台语安尼银掉了吼，哦，一斜眼看你，过来就是为靠到顶悬的，啊，对啊，吼、哦，现在少年人无教育，这是教育是啥物人做的？流亡政府做的。就失败就是这样，不尊重老人呢，对不对？没有教养，是吧？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那天我去拍的，他已经中风了，刚中风。啊，台湾民，台湾处处可看到如此。那时候在完整的政策下才有的哦，啊，那和谐真完美。那个妈妈说：“儿子，谢谢有你，在中风啊，都是养他、喂他，啊，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童星古英勇，他说：“姑姑，姑姑是妈妈哈，姑姑不客气，不要客气啊，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不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温馨，所以我们需要弄得清楚，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努力，才能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喜悦的心情说明了一切。你说，妈妈笑了，你看，哈哈哈，台湾民政府真好哎，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所以他儿子听到了掉眼泪感动，他来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是被他老婆说哎，不用再笑啊，啊，你再笑了这婚姻都会破裂，哎，真的挣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这样的难处哈，离开要来到参加都是有困难的，
因为为什么你有那个动力，是因为听到了，然后再来经历，听到了以后看到了，你才会坚持跨越领域。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保持你那个动力不要消除，但是下次回去了以后也要戴耳机哦，你知道吗？懂得戴耳机，适当的戴耳机。我讲的戴耳机你知道意思吗？因为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在讲的，在这个年底之下绝对有结果，高不高兴？绝对有结果呢。我他们是等了好几年啊，等了好几年的啊，好等啊等啊等，不机会啊。现在您家的马上，你看看身份证也出来，六月初就发第二批的，马上就发呢。哦，身份证啊，然后我们的旅行证也就成型，样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不久将来就来了，那八月中差不多，几乎是八月七八月是这样子。你看看，一一的一个一个的呈现。刚开始，那个没有那个我们的州长警长说，你看嘛，军啊那个战车啊，那个图案都被涂掉了。我们不相信啊，那一天我们到恒春去开，看到我们的科技看那个战车，哎，结果就被涂掉了耶。你知道吗？一个一个的呈现，那不是真的吗？那还是假吗？是不是已经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不相信，你就会后悔。所以妈妈虽然当初这个不相信，看到了这里，她喜悦的心情，她说：“哇，台湾民政府啊，真好嘞，哈，真好啊！”所以伊嘛感动，哈，伊嘛感动，目屎流。所以我们看着谈到这里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里呢，这边我们不看这里，这个是下次再说到光复节那种片段的，所以谈到这里呢，我们先回到最后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这里这个是我们的动力的，动力的开始。第一个，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快速的发展你的人脉。哎，这个不是传直销哦，记得哈，你要记得哈，传直销我们没有收你的，你有缴费费吗？有没有？没有缴。你有买东西吗？没有嘛，哈。这一点今天是因为美国的要求，4000名经过受训的同心，以及50000份的这个 IT 卡，这是美国的要求。所以呢，你把这个好消息听起来是不是好消息？是不是好的福音？是不是新的信息？你觉得是不是有保障？那你要不要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所以我们要有什么样行动？这个是你从台湾民政府得到了更多的信息，懂得许多的。你要从你的社区开始发展，你要从你的朋友开始发展，你要从你的亲戚开始发展，你要从你的职场开始发展，让大家都知道台湾民政府就是你的希望。我们不要再被肉人那个啊，这个被流亡政府欺压蹂躏，我们必须跳脱这样。但请大家告诉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动力，叫什么？怎么念这个？大声一点 ，Go Go！ 来，背起来， go. 再一次，背起 ，Go Go！ 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啊，就要去实现什么？我们的梦。所以我们大声喊一次，来，背起 ，Go Go！ 我们站起来，来，背起 ，Go Go！ 来。Go Go， 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立正，今日请老卡用餐。